然他半夜来我这儿，他每天半夜出去打电话，不知道跟谁聊天。我靠，这小子不会玩出轨那套吧？有没有跟你说是谁啊？是谁重要吗？反正我现在不想理他了。那你这么晚跑我这儿来，他也没有哄哄你。他出来了呀，还说回来跟你颜色瞧瞧。颜色瞧瞧，我靠，这小子不会玩家暴那套吧？他妈给我站稳，看我不打死他。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是吧？谢谢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谢谢。宝贝，那说好的要给你带各种颜色的花。他说我要给你颜色。打电话怎么回事？半夜打电话，说哪个女的？啊？什么女的？哦，林振国嘛，他最近压力有点大，所以我要开解一下他。但高志不是不敢一个人睡嘛，所以我都是等他睡着了才出去打电话。都给我滚！哎，亲亲，我